这是装饰光老师为 LibriVox 所提供的录音《唐诗三百首》第40首《子夜四时歌·下歌·李白注》。见我三遍的邯郸花荷花，我挂谢西彩，迎看哀娘呀，回酒不提我归去王家。完。LibriVox 录音是公众所有的，